我是瓦登陈沃，原本是钻研典籍的博学者候选人，如今却要去屠龙，只剩最后这一战。啊，希望我不会搞砸。布鲁坎就像我们所有人的父亲，当他叫大家赶紧离开的时候，我的胸口十分沉重，心里已经有预感，再也见不到他。部落跟联盟双方就像树木一样无声伫立在荒野，直到有一个人影穿过雪地走了过来。凯瑞尔罗姆，布鲁坎已经不在了，但是塔姆星也被消灭，事情总算结束了。让我们一起悼念这位阵亡的伙伴，想清楚下一步的计划。瓦登，对上！平静的夜晚，有人想说点什么吗？都是你的错，凯瑞尔，你怎么能让这种事情发生？这不是我的意思。他心怀荣耀，他救了我。你应该要救他的。完工了，洛卡拉，可以了，是时候说再见了。我先吧。布鲁坎是我的英雄，别人都不相信我的时候，只有他相信我。就像那次我想救走一只暗月兔，养起来当宠物，布鲁坎是第一个原谅我的。他救了大家，我不会忘记这个恩情。我们不是每件事情都很对盘，但是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每个人。布鲁坎教我身为部落的意义，他把我打造成一个真正的战士。谢谢你，布鲁坎师父。是他教导我，部落会接纳所有的人。我从来没想过，血精灵也能有自己的家园。凯瑞尔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塔姆星终于死了，结束了。不，还没结束，我们得拯救纳鲁，还要去找黑龙报仇。为了正义。是的，为了正义。够了，别再自怨自艾。卡扎克斯才是罪魁祸首，我们要怎么阻止他？所有食材总算备齐，这桌菜开始有样子了。奥尼克西亚骗了联盟，卡扎库斯安于弄了部落，他们都是伪装的黑龙。谢谢你的情报，史盖博斯。可是我们该怎么做呢？碎片一离开死亡矿坑，普瑞斯托女士便逃离了暴风城，没人知道她在哪里。有件事情应该让你们知道，之前我从来没跟大家说过。完工了。流星之夜过后，卡扎克斯来到我的故乡银月城，他要血精灵帮忙在卡林多收集碎片，
就像奥尼克西亚在暴风城做的一样，我起了疑心，开始跟踪他，所以我才会跑到贫瘠之地。然后我发现，他寻找碎片是为了邪恶的野心。音乐城的领导者跟卡扎克斯经常有往来，我要回去咨询他们的意见，也许他们会知道那两头黑龙躲在什么地方。你们也得回去找自己的同胞，号召各方英雄组成讨伐团队，唯有如此，我们才有希望打败黑龙。我踏过召唤的传送门，瞬间回到我的家乡银月城。当我抵达时，洛索马赛龙已经在等着我，他是奎尔萨拉斯摄政王谢金灵的代理统治者。瓦登，对上洛索马。瓦登城王，你的事情已经传入我们耳中，卫兵逮捕他们。在凯尔萨斯离开后，我尽了全力保护你，如今我却听到你和敌人共谋的传闻。联盟不是我们的敌人，卡扎克斯才是。瓦登，乖乖跟我走。啊，你有什么秘密？你变强了许多，大博学者洛摩斯肯定会对你刮目相看。给他们来点小惊喜。部落跟卡扎克斯达成了什么协议？告诉我。我们知道那是纳鲁的碎片，我们想要那股力量，而卡扎克斯愿意帮我们收集。食物在这。来吧，午夜。我知道你做了什么。我一直觉得卡扎克斯有点诡异，但我从来没想到他是一头龙。他骗过了所有的人，可是他泄露了一个情报，一个名字，这可能就是关键。埋魔杖，走魔杖。给他们来点小惊喜。我看见了。矛阵变，带出法术！矛阵变，带出法术！看见了。
卡扎克斯跟我们解释他收集碎片的计划时，曾经提到他在贫瘠之地附近的沉泥沼泽有个藏身之处，我会亲自带领精锐部队过去调查，而且你得跟我一起走。我？大人，我还以为……这应该比把你关起来还要好吧？只要你说的都是真的，而且联盟也可以信任，我们就会原谅你。当我们的队伍抵达卡林多时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些伙伴果真号召了来自艾泽拉斯各地的英雄赶到此处。洛卡拉率领奥格玛的蛮兵，葛夫带着雷霆牙的德鲁伊，史盖博斯请来军情七处的人，卡维西雇用了铁卢堡的步枪兵。当我们驻扎在塞拉摩时，凯瑞尔也出现了。华登，暴风城的代表团已经抵达，我想介绍你认识某个人。瓦登，对上瓦里安。瓦里安国王，很荣幸见到您。奥尼克西亚和卡扎克斯掳走了我儿子，我和几位盟友要亲自出击，你想加入我们吗？容我向你介绍瓦利拉·桑古纳尔，他不止一次救了我的性命。这是我的荣幸。准备行动！我喜欢你，但是在激烈的战斗中，你的法术要释放得快一点。抗争！小冷真气派！是复仇，是伸张正义。是暴风城的力量，
蛮有本事的。好了，那个地精呢？我饿了。这位是部落熊皮，我有好多场战斗都是靠他扛的，真的被他扛起来。斗吧！我会努力吸引那头龙的注意，你要把握机会，放出所有的法术。准备进攻！准备进攻，准备行动，你已经做好准备了。对了，可否抚慰图腾呢？我想见见这位牛头人，听说他为了保护一窝松鼠而击退了暴风城的士兵。我对他的表现很满意，凯尔萨斯并没有夸大其词。接下来是最后的考验，看你能否承受我的攻击。等等，两个瓦里安国王？没错，这个，说来话长。瓦登沉默，凯尔萨斯王子对你的评价很高，很高兴终于见到你。珍娜女士，能见到你是我的荣幸。坦白讲，我一直很仰慕你。准备进攻！这样就行了。我们立刻向沉泥沼泽出发，各位勇士，千万不能退缩。这将是最为艰苦的一战，但这一战是为了我们的存续，是为了艾泽拉斯。我们深入瘴气弥漫的沼泽，最后幽暗的前方终于出现了一个骷髅形状的洞窟入口。随着团队往洞穴深处迈进，周遭的温度也越来越高，空气中飘散着硫磺与爬虫动物的气味。忽然间，一道声音从底下传了过来：真是幸运，通常我为了觅食就必须离开巢穴。瓦登，对上奥尼克西亚。你
竟敢挑战死亡之玉的女儿？听仔细了，奇数队伍靠左，偶数队伍在右边，最后两队负责小龙。给我闭嘴！呀！这雪花射得真过瘾。是龙族的玉母，有我黑暗纳鲁的力量，你们已经注定失败。洛卡拉，凯瑞尔，到前面吸引他的注意，燃烧吧！我不是小鬼头，可以上战场了。我最力大的方言，卡扎布斯，来呀！我抛弃了一切，你又牺牲了什么？孩子，禀叔，禀叔，禀伯。我可不是用来牺牲的弃子，我一定得逃走，我一定要飞走。哼，我不需要他。来呀，我的孩子，飞来保护我，玉母需要你们。数以千计的龙蛋几乎同时破开，有龙像铺天盖地的乌云吞没我们的部队，奥尼克西亚飞在半空，指挥他的龙群展开攻击。瓦登，对上奥尼克西亚！孩子们，吃掉这些凡人，变得更加茁壮。感受纳鲁的力量。治疗师，顾好团队，大家提高警觉。
甲，护甲，九成新的护甲。闲事的虫子，飞呀，我的宝贝！哦，抱歉，机关枪。怎么了？多到有点尴尬。手上的选择多到有点尴尬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我没有主人。再挑你，
甲。最后的警告，从上空把你们都烧成灰。他飞起来了，大家离开场地中间，小心。奥尼克西亚居高临下朝我们喷吐烈焰，他巢穴的地面开始崩裂，许多士兵不幸跌落滚烫的岩浆。纳鲁是我的，我不会失败，准备面对你们的末日吧。瓦登，对上奥尼克西亚。大家挺住，不要放弃。我已经警告过你们，但你们还是学不乖。好吧，
这就是你们最后的教训。为了联盟和我们家人战斗，战斗。上面写说会爆炸，我的眼里只有不长。我得跟你说一件事，我只要闭上眼睛就会看见塔姆星，他依然纠缠着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毕生致力消灭恶魔，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面对自己心中的恶魔。也许再过一段时间，我可以帮忙平息你心中的恶魔。我会不惜一切保护我的孩子，不惜一切，所以我才需要纳鲁。烧起来！全部都烧起来！全部都烧起来！呢招你一定识噶啦！雷毛的好枪法啊，谢谢。但是双狼的，别以为这样我们就是朋友了。知道了，你可当心别让胡子打劫了。破规定，我准备光明挑战次，我准备光明挑战次。
了双狼。我们并肩作战。你的内心充满圣光，葛夫，我可以感觉得到。我为大地而战，为了大地之母，也为了你女儿。我不喜欢战斗，但是我们都有值得捍卫的东西。王者永不休息。你知道我是第一个登山骑士吗？对付过比这些小龙还大的老鼠。封口费要另外收。
超载，启动中。进得了厨房，上得了战场。药水、药剂、装备，我全都有。成员，啊！年轻的精灵法师，如此英勇，如此脆弱。给我吧，太多了。全都交给我吧。就这样结束，纳鲁，救救我！纳鲁太大了，没办法穿过传送门。塞瑞拉，瓦登，骑上我速度最快的狮鹫兽，飞向艾克索达。塞瑞拉跟我带着破碎的纳罗全速飞向他女儿身边，然而黑龙玉母竟然冲破巢穴追了过来，他残破的身躯充斥着虚无能量，过没多久这头不死龙族便追上了我们。瓦登，对上奥尼克西亚。继续飞，千万不要停！把它给我！这怎么可能？这艘船没有克服困
了的海浪，吸我纳鲁的力量，却不会使用它们。开始追逐吧！雪中送战多雪。祝船帆。惊险真的有趣，这条时间线真有趣。结束了，终于消灭他了。艾克索达就在前面，瓦登，和我一起走这段路吧。谢谢你陪我战斗到最后一刻，你真是个好朋友。我们抵达艾克索达，这个飞行器载着塞瑞拉的族人来到艾泽拉斯，我们在里面小心翼翼把纳鲁碎片重组成它原本的形状，碎片依然弥漫着虚无能量，幸好我已经有所准备。瓦登，你看，纳鲁重组了。瓦登，对上黑暗纳鲁，我是米达，纯粹虚无，我消灭。我们会恢复你的光芒。我傻子，重组是你在挑魔杖，我的碎片毁掉了，恶魔的传送门，巫妖的诞生，我非常不稳定，回荡的记忆，我散落在什么魔杖在挑魔杖，我记得每件事情。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走到这一步，
为了拯救露露，还有人为我付出了一切。拜这骚船没有克服过这样的海浪，我这再招你。我已经不完整，我正在衰亡。不，求求你，我看见一道异象，你在呼唤我。太迟了。关住船帆，是魔杖，再挑杖，再挑你。黑龙找到我的核心，将我带走。对，我甩须。买魔杖，走魔杖。稳住船帆，是魔杖，再挑魔杖，再挑你。科普林把我带到黑湖的铁杖。是魔杖，再挑魔杖，再挑你。稳住船帆，这艘船没有克服不了的海浪。阿丘，阿丘，老人变得出法子。巨大的矮人腐化了我。稳住船帆，老人变得出法术。现在梦中的精灵把梦魇传给我。进化好像成功了。开启通路，老真变得出法术，稳住船帆，老真变。存善念，但我感觉得到，花呀棒棒棍，海盗偷走我。比兽人与矮人
黑龙月母利用我，把我肚子撕裂。你以为我只是普通的法师吗？在这里，剩最后一件事。魔法落入恶人之手，这就是用来封印我。给出我仅存的光芒。听我的警告，光芒恢复了。我是米达，纯净圣光，我以残存的能量重铸你的孩子，用圣光。妈妈，是我，我在哪里？孩子，太好了，你在这里。你总算醒了，终于结束了。看着他们紧紧抱在一起，我急促的心跳也跟着和缓下来。纳鲁消失了，但这对德莱尼母女总算平安重聚。我回到银月城，接受晋升为博学者的表扬，其他人也有自己的奖励与冒险，将他们带到世界的边缘，带到心灵的家园。我们十位佣兵再也无法齐聚一堂，但流星已将我们紧密相连，交织成英雄的故事。我们的篇章虽已结束，新的故事才正要开始。